好，下面呢，我就解释一下三步舞曲的庭院深深的基本动作啊。第一个动作呢，右脚向前，手向前，右脚打开，手打开，不能打太大，打成圆弧手。一退步，右手高，转腰看，左手高，向左看，回，拉开手，转，左脚向前，一、二，并步，右脚退后，划一个圆，二、三，转腰，一、二，提手，划圆，一、二、三，挺起来啊！再看一下，左脚停，右脚退，看，左脚上步停。右脚退步向地看，第二个动作拉起来，右脚拉起来，左脚拉起来，右脚拉起来。好，收手收脚，左脚一蹬，啪，拉开脚回，右脚一蹬，啪，拉开脚回，左脚，啪，拉开脚回，右脚，打开，回，然后一个转。转完了以后，一个跳，看左边，回脚，看右边，回脚，左边拉，后退，右边拉，脚在后边，然后提，一共做两次这个啊，左，回，右，回，左，拉，右，拉，好，然后一个提，看，然后。向上手看啊，上手上看，然后一个转身，一个退步啊，退步，一个右脚一出，左脚看，左脚转，一个退步，好，向前走，手打平，右脚向前，左手打平，转身右脚，左脚。右脚转身，左脚向前走，右脚，左脚向前转身，右脚向前，大大转，放手，然后就做第二段啊。基本上呢，庭院深深的动作就解释到这里。